是一个老鼠。你是自己进去的哦，不能抓你自己进去的哦。这是谁的手啊？是我的手。刚刚是谁的手呢？是我的。这里面好像很舒服哦，我不想要出去哎。爸，不要出来嘛！他出来了，我进去里面很舒服啊。好像又进去，是我帮他进去。他进去是因为他找吃的，觉得有吃的在里面。你说什么？是他进去，因为有吃的在碗里面。那他找很久了也没有啊。哦，这里面感觉很不错哈。我不想要出去啦。宝贝在哪里？宝贝呢？他在找我。你有没有去找吃的给我？没有。宝贝在哪里？宝贝。